今天把垃圾不应该在高滩地上的东西，我们通通把它装到袋子里，让啊这个垃圾清洁队啊帮我们啊可以呢清理。所以呢，拜托各位，我们今天啊用短短啊两个小时之间的活动啊，我们是不是需要把今天高滩地给它清理干净，好不好？好。土地啊，爱护我们的地方啊，我们就从行动开始啊。那非常感谢各个团体的热情参与啊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们呢前面有准备清洁用具，然后呢我们会分队来进行。希望呢我们在捡垃圾的同时，看看我们美丽的这个河川的生态，看看我们美丽的天空，看看台湾台中十九甲就是我们的家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各位。